压死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还那么久了，一大堆人在那边压，压来压去，这八十几岁，计划要推好啊。安泰石就要花了，你在这个中间的话，对啊，应该他怎么这样花了？他能控管人数了，人数刚刚没有控管。让我从今天六点半到现在拿不到毛巾。搞得大家本来很高兴，各市长加油！我连你的名字我都想自己提。谢谢，没有没有，大姐，快下来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，我们回去会检讨，你知道吗？这种不可预期参，这种人数没有办法事先控制的活动，你知道吗？要怎么去做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今天给我们台北市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教训，这个要先跟有来参加的民众道歉了。我们回去会有检讨报告。